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1月11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双子座，在今天呢是精打细算啊，身材有道。金牛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呢是网络的约会哦，与你的伴侣啊，这个彼此好感增加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则是享受度假啊，享受悠闲时光。那么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天秤座的朋友，网络购物呢，这个消费纠纷会增加。牡羊座的朋友发现今天啊大鱼大肉的后果就是健康失调，还有便秘的现象啊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，火象星座请你用橘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绿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你用卡其色，幸运数字3。